方便坐啊，现在不太方便坐，我们等一下坐啊。想要看我们车辆整体的一个造型的话，可以告诉我啊，带你们去看一下车辆整体造型。我们的话呢，还有一个 2.0 平米全景大天幕。我们这个啊，宝贝们，我们这个前排的双座椅啊，前排的双座椅直接放倒以后的话呢，是可以秒变1.8米的一个双人大床啊，给我一个更猛。欢迎大家，再次欢迎各位社会精英、社会名流来到我们广汽埃安的直播间。我们是淮安清江浦区淮安广和 4S 店啊，我们是淮安广和 4S 店。咱们家呢，所有的车车都是纯电的，我们家所有的车都是一个纯电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落地啊，我们目前国家也是大力支持我们新能源这一块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给您赠送家用充电桩。正宗的秋裤，这是秋衣啊，这是秋衣。我们是给您赠送家用充电桩，提供我们三电终身质保，然后呢，提供我们OTA 系统免费升级终身的一个车机流量啊。对呀，每天都是这件衣服，因为我没有衣服穿了。欢迎小楚炮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用你们发财的小手们一起点点赞哦，哥哥们，祝你们双击点赞，桃花泛滥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点点赞哦！凡是给我点了赞、点了关注的，咱们出门就中1000万啊！给我亮了灯牌的，咱们出门就中5000万，好不好？哥哥们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们点一点，哪里好看点哪里啊！你说错了，我都不洗的，知道吗？谁洗衣服呀？洗衣液不要钱呀，洗衣粉不要钱呀，真是的。每月工资3800，整得拿命往里搭，更别说买点洗衣粉，买点啥的，吃饭都不够。你看我吃成这样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点关注的哥哥们，我们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点赞赞的话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们一起点点赞哦。看一下前脸啊，来我们直播间，哥哥们，你们都是哪里的？你们是哪里的？可以告诉我啊，可以告诉我。我都不洗的，你想多了，我从来不洗。哥哥们，你们都是哪里的呀？看一下我们车车的前脸啊，我们这台车呢全系标配 LED 的一个天使之翼 LED 大灯，双重无感启动功能，以及我们360全景影像，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个 3D 的画面，当您在转向倒车。对呀，我们的默默小哥哥，你啥时候有空过来看一看啊？啥时候的话有空的话，可以优先的，就是直接点开我们下方小水花，然后呢留下您的客资，因为我每个月也是有统计任务的啊。然后呢您过来就可以了啊，我们不会打电话骚扰你的，你只需要在我们下方小水花里面留下你的那个吉祥数字就可以了，我们不会去骚扰到您的，好不好？还有我们佩奇啊，佩奇到我们下方的这个小水花里面去留下你的客资啊，宝子。左上方的关注一定要点起来，我们裸车，我们就是13.76的起售价啊，我们标配、中配、高配，我们所有的配置最低续航都是500公里，包括我刚刚跟你说了啊，跟我们直播间宝贝们说了，我们是一个天使之翼的 LED 大灯，全系标配 LED 的一个大灯，包括呢我们也是有一个360全景影像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开下方小水花留下客资就可以了，哥哥们支持一下我的这个数据啊，我是有一个考核标准的。对，我们这台是 Y 啊，是 Y， 续航500和600两个续航版本，2.0平米全景大天幕，前唇行李架都是可以自行配色的，免费啊，免费的自行配色。我们的后视镜自动加热折叠，以及我们的一键升降式车窗功能，电动调节后视镜的功能，后排车门都是可以变成一个90度的直角状态，而且呢，我们也是有一个。老娘绝配我们内饰啊，中控的话呢是14.6英寸中控大屏，10.25英寸全液晶立式仪表屏啊，他说的就是 Y 啊，说的就是 Y 啊，我们这台车就是我们家的 IMY 啊， IMY 和 V Plus 和 S Plus 还有我们的 LX Plus 啊，你们想要看什么车型都可以直接扣在我们的公屏上，然后呢主播会一一的带你们去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买不买没关系啊，宝子们，三生有幸遇见您，不买也是情，对不对？
只要您想要过来买车的时候通知我一下，然后呢就带您过来免费的试乘试驾。